家好，我是阿曼达，我们来看9月14号星期二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，恭喜摩羯座的朋友们，透过一些进修的活动，可以让自己感到自己的能力得到充实。狮子座的朋友在工作上面有一些危机出现的话，也能够克服危机，放下这种重担。双鱼座的朋友在投资市场大有斩获，心情觉得非常的开心。比较需要留意的星座提醒天蝎座的朋友，最近如果太过自满的话，小心得罪其他人。金牛座的朋友跟伴侣之间的沟通状况需要多多注意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9，颜色是金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7，颜色是蓝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4，颜色是白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8，颜色是红色。